今天要来介绍的是福冈的传统食物新明太子。那明太子它其实是用某种鳕鱼的卵去做成的，把这种卵用盐再用糖心子去腌过之后，就会变成新明太子。它的特征就是会有点辣，而且非常的下饭。那现在就赶快来吃吃看看吧。一份叫做 Mentaiko， 那像这种套餐的话是500日币，白饭的话是前2碗免费，明太子的话是可以吃到饱的。